第一步，我们把面盖取下来。第二步，取下边刷。第三步，取下底盖。然后取下中壳的螺丝，就是转杆的螺丝。然后这是防撞盖就取下来了，然后现在我们装起来。然后锁上防撞盖上面的螺丝，盖上底盖，锁上底盖的螺丝。然后盖上面板，装上边刷，OK 了。